格建议厉害的，就没见的人，就是地狱大队长。以前我在大学时期有得过辛亥争霸二的全国亚军嘛，那时候的队长就是地狱大队长。哇，小哥帅了一匹啊，在不在？来，上车上车，走了。我们接到我们的地狱队长了，好 Q 啊！你是不是变壮了？没有，胖了，胖死了。你变胖吗？对。你还同一家公司啊？真假？为什么那么温柔的语气？为什么对？嗯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我难克服这个。哎，我今天特地为了见你，我穿比较朴素，哎，是吗？是背心啊，罩衫，然后短裤，然后平底鞋。想说你会比较自在一点啊，有帮助到您吗？有有有。怎么感觉看你下面不太自在？哎，来新竹见一个人，就没见的人。就是地狱大队长。以前我在大学时期有得过辛亥争霸二的全国亚军嘛，那时候的队长就是地狱大队长，他玩的是虫族，我玩的是人族。哇，小哥帅了一匹啊，在不在？来，上车上车，走了。我们接到我们的地狱队长了，好 Q 啊！你是不是变壮了？没有，胖了，胖死了。你变胖吗？对。你还同一家公司啊？真假？为什么那么温柔的语气？为什么对？嗯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烦哦，好烦哦。我难克服这个。哎，我今天特地为了见你，我穿比较朴素，哎。是吗？啊，就是我很难没办法，就是一般台湾女生的穿搭，我想说不要太过张扬，然后就朴素一点，就是背心啊、罩衫，然后短裤，然后平底鞋。想说你会比较自在一点啊，有帮助到您吗？有有有。怎么感觉看你下面不太自在？因为跟我出来前应该没有在这样的吧。怎么会呢？纯净的电脑。大家如果不知道那一集的话，那一集都是误会啊，不用回头，不用回头。请翻到上一集。我是非常，他可以快速切到敌人珠宝啊。对 对, 對，切到对方、欸、对面。哎、欸，这么久不见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变漂亮了、啊？怎么样啦？好像什么意思、啊、有，好像有，有哎、欸，有。有你最好给我坦率一点，不然就把你车炸掉。我等一下啊，好，有，我刚刚扫描了一下。你刚刚扫描了一下？对。那如果用英雄联盟阶级排名，我大概是什么排位？只算颜值就好。那还行吧，大师行吧？大师啊，这么高的评价？还行啊。毕竟我还是你怎么奶控啊？没有，你是奶控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不是我，当然不是。你不是奶控，毕竟我还是知道。哎，你就知道我一些事情、啊。对的，我就会扣分呢、啊。对，上不了精英的，对我来说。你说之前比你大的事情。那就太浪费喽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吃。好吃的礼拜六的海鲜日，礼拜六通常如果没吃的话，我跟我女朋友就会去南寮吃海鲜。所以你要带我去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地方的这个，对，我们日常的这个小行程。对，所以我要当你的小妾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带你体验一把我的这个庸的日常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哥哥买给我，看看我拿到一只超巨的，一只
600，四季奶，真的假的？好猛哦！啊！然后他们现在帮我们煮我们刚刚买的虾，放在这个锅子里面煮。我们先捞一圈再回来拿。谢谢，谢谢。很漂亮哎！谢谢。这个是一盒200，啊、对，然后这一盒多少？这个是300元。啊，那我们一个200元的。好，那稍等一下帮你现钱。谢谢。因为我中分比较好看，也是有留痕的。中分？为什么？会比较好看。为什么啊？那没有讲理由。不用这样，这样好看。推荐给各位想来南寮渔港的朋友们，南寮渔港码头7号庄，空位还很多，随意，免定位，免排队。米其林三星，干杯耶！好，拜拜。鲜很鲜，超便宜耶！对，很便宜。18只，400-500而已。对啊，18只这么肥的，400-500，很便宜耶。他这样是不是？随意啊。五八，比我的脸还大。太大了吧！你看手掌跟你谁比较大？这太大了吧！哎、欸，比我大了。哎、欸，比你手掌还大。你会喷哦。哎、啊！来闭口给你。有 feel 吗？有 feel 吗？哇！啊！那味道好强烈啊，很强烈的，嗯，没有那么新鲜，这间放很久，啊，我觉得不行，这次好像不行，这次不行，太不新鲜了，这次大只的好像不行，大家来不要点这种的，太不新鲜了。哎、欸，你有想过，你如果不做现在的工作，你会做什么？加油员之类的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比较缺乏自信，你知道吗？应该喜欢重复性的工作。也不喜欢。哦，现在就算重复性的工作。如果我当 YouTuber 会当什么？你会？我想要。你应该走工程师吗？我想要进一般的公司。你应该会一般的写 code 之类的吧？不会。你大学的时候不是很那个吗？我应该牛逼的那个模块是没错。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做这个的话，搞不好我就只是当一个小秘书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跟老板偷来的暗器，然后掏空他的钱，然后上法院被原配告嘛。I'm not scared of commitment. I'm just scared of doing something.